改变世界，人人有责。欢迎来到妄图的直播间，带你体验氪金大佬的第一人称视角。好，今天我们就不要录这个访谈节目了，我们直接进这个游戏。我想了想，就说我们每周五的时候，我会多出一个这个节目啊，到时候我做一个这个视频，单独聊一些我想说的，想和你们大家分享的一些事情，和游戏无关的一些事情，是真正有关于改变自己、改变世界的这么一些东西。但改变世界太空大了，我们之后反正每周五会出一个专门的视频了。然后今天我们给大家看一个这个消息，就是我们对面这个工会它合服了，但是我们对面的是21和22服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是他们的那个渠道的那个游戏有一个这个公告，说是1和9服、2和3服，对吧？这几个服合在一起啊，他们是两个两个合在一起的。那我们这里，因为我们开服好像比这个要晚，所以我们等一等再说。我们等到什么时候呢？可能再过一星期左右，我们也要合服了。这个不用着急，反正这个21、22好像没有，这里没有看到21、22，只看到这个18、19。反正对面你在合服，我们也要合服。这个游戏应该是合服比较快的，所以我很期待有新的对手。然后另外还有一个，昨天群里有人发了一个这个照片，这个女生穿上这个大翅膀真的是太无敌、太美了，真的感觉。我不知道这是哪里来的翅膀，如果今天可以解锁的话就太好了。这是叫做墨雨，应该还没有，它这个也没有激活，只是看一下这个预览。我一定要玩到这个游戏解锁的这个套装的时候，然后换一个女角色，对不对？然后看一下战力榜和我的一个对手是吧？可以的。然后我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发大财吧。发大财虽然他把这个号卖了，对吧？他说是把这个号卖了，但是你看他这个战力还是跟得上。我怀疑这个发大财他只是乱入到了我们群里面，然后说他卖号了，想要让我们放松警惕，结果他这个还能跟得上。因为我们原先有个群里，我们群里说的这个人说他买了这个大财的号，然后说是不打算充值了，他没有钱，不打算充值，但是他这个战力还嗷嗷的增长，这个就很奇怪。然后看看战力榜和对手是吧？战力榜看一下，战力榜今天很惨大大，7800万，我是7500万。我今天我还打算多充点，我打算充个4000左右。因为今天有个排行榜，今天排行榜是什么？天神之霸是这个吗？我看天神送礼，登录就领取啊，空间不足，空间不足的话，我们先挪一点点这个空间出来，把这个使用一下。回。91，哎，超了，他87就满了呀，也用了吧？不要提醒我，直接用。这个锻造石头很少很少的，就只有100多个了，每天用着用着就没有了。来86，哎呀，这个都满了，我的天！好，然后看一下这个天神霸，领取一下这点子奖励。今天天神出榜的最后一天，还剩4小时55分。今天我觉得我们本服的应该没有人来抢我的，除了那个姑娘，对吧？姑娘已经走了，她已经没有了，其他的人应该也不会来抢我的。她这个是什么超强暗器月德交辉，还会在这转，我的天哪。然后这个康斯达大大他是260万，他基本上他现在是260万，他今天晚上应该也不会再充了。我们今天就多抽一点这里的这个活动，叫做什么？今天有一个有一个抽奖的活动，我们一会儿来看一下。探宝里面吗？不在，只够呀。这个东西是在累积充值哦，天神勋宝是这个天神勋宝里面。这里今天它是本来是有个最高上限725次的，但是我们要把它多抽一点，可能抽个1000次左右。它这里抽50次就要150块钱，挺贵的。算上折扣也要60-70呢。到时候应该要出装备活动，装备活动不清楚，我们干就完了。然后今天直接来充值吧，我们充值。哦，对了，今天12点过了之后，我发现这里面有一个168的这个充值，我还是买的，它是那个好礼。他好礼本来我都不想买的，但是那个好礼他是送一个2%的 PVP 伤害，我肯定就买了。然后这里我看一下充值在哪儿，充值找出来。来，我们我想想，元宝加20%，这个什么鬼？我们来几个？我们先来5个吧，我们来5个，5×6=30，就是充3000多块钱。然后剩下的我们零零散散的再充一些，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，好，最后一个。它零零散散还会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啊，所以别着急，等等，它这里可能还有一些什么单笔的充值，来，稍等一下。好，充值我要找一找，它活跃投资一键领取没有？周一充值领取，把这几个档位全都领取一下，188的、588的。哦，对了，忘记说了，今天我们8点活动之后，我们就抽一个这个，它叫做超级赛亚人4的这个孙悟空的一个手办，也是万代南宫梦的。今天没直充礼包，直充礼包应该是有，但是还没有找着。天天返利是在这儿吗？来，66块、68、98全都领了。
这些先搞完，得冲第五天还没有到。神秘商城每日礼包买一下，这个全都买了。就是，哎，又提示我背包空间不足，我干。来，我们还是应该先整理一下，不然买东西都买不了。来，帮派捐一下不用的这个装备，捐献红灵星啊，全都捐了。然后不是我这个职业的也都捐了，造福大家。好嘞，然后再稍微合成一下吧，两星的我们都合成一下。哇，四件直接合了，这个七阶八阶无所谓的，九阶的话我就要省一点这些素材，用三件来合，来合一下，哇，成功了，舒服。哎，十阶的也有，一件、两件、三件，哇，四件的话只有四件的就直接合了，这里还可以再合金刚战袍，它这里为什么有红点啊？之前合装备都没有红点的，三件啊。啊，怎么这个失败了，好烦人。现在我有这个空间了，我们来把这个什么七日登录来领取一下第十天，今天刚好是开服第十天。我看一下神秘商城这个每日礼包先买了，12的、6的、2.8块、6块，再来全都买了。这里不看价格了，反正最高就是30块钱对吧，你也不可能更高了，全都买完也就花了200块钱吧。哇，有7200块钱的这个元宝，好给力。这里有没有那个啊，没有。其实我真的哦，一折的这个锻造石还是要买一下的，一折的祝福卡，他说一折祝福卡随机，那还是买一下对吧，一折的还是不要放过，虽然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值不值。这里这个粉色红颜激活卡，粉色红颜我还从来没有激活过一个粉色的，知道你是谁吧，不知道。对，每天都要直播。等一下，这个是五折的，它要328，以后肯定会有便宜的，以后便宜的搞吧，我先不搞这个。虽然今天你可以搞，哪天都可以搞。然后这等级，哇，挂机等级提升了，到54级，50个随机卡使用一下，好，贡献使用一下，元宝、银票、大罗仙关，来激活。这个是一个气息，是哇，有点那个感觉了。它是那个气息是这个腰上的这一圈金黄金灿灿的，然后再加上我这个金色的翅膀和白色的衣服，感觉很有那种大罗仙关的感觉。哎，这个真的有点那个感觉了。然后这里换一个气息，这个就不适合了。哇，这个是墨鱼，这个就是那个墨鱼。哎，它是气息的墨鱼，它不是衣服的墨鱼。我看一下这个衣服，如果解锁一个这个墨鱼会怎么样？墨鱼是在哪儿？哦，墨鱼是这个。哦，男的这个墨鱼是这玩意儿，这个看起来不帅，粉色一定要买，粉色必买吗？好的好的，那还是听你们的，要买一下青森雀明，好，搞起来，然后突破再搞。然后非常开心，这两天这个看视频的人也越来越多了，他们逐渐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个和以前的这个魂灵学院很像的游戏，而且它有很多新的东西啊，我很开心。然后觉醒黄金套装，哇，这里领取一个，这个是什么圣灵，这个圣灵是什么鬼，圣灵激活一个，哇，圣灵也是气息，哇，环绕周身的，从刚才那什么墨雨变成了一个龙啊，但这个龙有点更适合那个战士，不适合我现在这个衣服啊，现在这个衣服不太适合。然后绑元福袋开两个，元宝灵气开一下啊，开这个吧，这个套装石开护符了已经。然后这里经验换金次数留着，先留着。然后这普通铸造这个铸了吧，铸5次 OK 了，把这用完。双倍掉落的话，我们今天是要挑战材料先进啊，这个直接把这个都扫荡了吧，直接都扫荡完，因为今天我都打到最高一档了，把它全部扫完，粉丝就要买。好的好的，马上。然后这个伙伴啊，每天白天辛辛苦苦的，你们都看不到，你知道吗？打这种副本就算小菜的，关键是打这个 boss 啊，随时都要看，你都体会不到这游戏到底有多干，对吧？还不赶快把这个小礼物送一送，办个粉丝团，对吧？然后星星再扫荡一下，来扫一下，扫一下，这双倍的还是很爽的。好了，这里我看单人副本也扫了呀，直接扫了，不用客气。然后银币副本也是打到最高了，1、2、3，扫5次。好，红颜星殿扫4次。哇，这个速度好快啊，你们眼睛还没有跟得上我的这个手的这个速度，直接全部就扫完了。然后这里已经啊，装备秘境还没有组队，我擦，我们便捷组队一下，邀请一下队员，邀请一下啊，他已有队伍了，应该没什么人。哇，可以开始了，装备副本直接队伍进入。哎，等一下，他这里有问题，有人在副本里面，他没有提示出来，他这个一直是获得副本刷太多了。然后日常任务其实也可以先接一下，先等等，求我早转了。然后等一下，刚才你们说要买的，来神秘商城这个324块钱的这个粉色红颜卡买了，激活一个。哎，这个是任选的，这个一键完成了。这个红颜任选的话，我们先看一下到底你们想要哪个美女，给你们看一下，这里化型对吧，下面这个是，哇，这个是佳人红颜艺人，最后是霍氏妖颜啊，这一个是洛神，洛水河畔的洛神，这个是，哇，这个美女有点标志耶。然后这里我看一下，这个是女娲啊，女娲
等一下哦，这个不是，这个不是祸事，这个是蛙式妖言啊，这是祸，这是祸，蛙式女娲的蛙是女字旁，这个祸，祸是妖言，这怎么能算祸是妖言呢？女娲怎么能算祸？哇，这游戏的策划脑子有问题。这个是娥皇，哇，这是嫦娥变成娥皇了。那我觉得这个洛水河畔的这个洛神更骚一些。看属性，你看一下右边这个属性是吧？专属技能未激活，属性怎么看？哎，都是一样的，它这个物理防御208，法术防御20。不是2012-01，然后最后生命是93-80，差不多是这样，别的看不出来。这个真的属性就是这样子啊，它右边都是零，洛神比较好，对吧？我觉得它这个娘们儿得劲儿，哇，这个有味道，哇，这个腿可以的，来一个洛神，洛神走你，洛神在哪儿？整理一下，哎，这里还可以领取两个宝箱，手中七天的啊，终于可以把最后一天领了。昨天我们第十天再把这个领完，我的天哪，不好意思，再领一下。领取完了，然后终于可以把这个洛神看一下。我找找那个牌子，不知道去哪儿了。哎呀，很哦，在这儿。来，洛神，洛神，哇，好好看。走，激活，激活去。来，洛神一键激活。哇塞，风姿绰约，加40万，可以。娥皇女婴，看最后一个，还有一些。哎呀，你们说晚呀，不好意思。技能不要看技能，这里基本上我是战力最高的，我还要。处处那么考虑吗？不需要，对吧？给别人一个越战的机会，不然人家充钱本来就比我少，你还要想那么多东西，直接让别人一点机会都没有，人家还怎么玩，对吧？你要给别人一点体验，照顾一下我的队友，都是我的水友啊，是不是？来了，图上，好的好的，哇，图上这个称呼我喜欢。然后这几个我说实话，这几个肯定都不差。哎，怎么最后还有个萤火？这个萤火肯定是活动才给，这个还开不出来，这个萤火不知道是什么鬼玩意儿，不管出战是吧。然后姻缘，哎，等等，我想想，出战是在哪？红颜、饰品、洛神出战，应该是在化形里面，对吧？化形里面直接出战，哎，推荐组合，哎，洛神，等一下，洛神，等一下，不对不对，点击上阵下阵红颜 ，OK， 我现在已经是洛神第一了，可以了，哎，对呀、啊，哦哦，不对不对，错了错了错了，洛神连月貂蝉，我靠，连月不对，昭君是错了。哎，现在就对了，洛神连月貂蝉，哦，这个组合没有问题。然后这里再强化一下，修炼一下，把这个神女精修炼一下，圣女精再来搞起来，全部修炼完毕，装备给他上一上。好的好的，找点这个破旧的装备，不能一下子穿得太豪华，不然就是富游奢，不是情游奢，富游俭。哎，不对，我想说这那句叫啥？算了，换一句吧，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入俭难，好吧？直接给他穿太好的衣服，他以后就太挑剔，你知道吗？对待女孩子，我告诉你怎么样泡妞。泡妞的话就是对待女孩子，你不要一下子就把特别特别好的东西给她，比如说你这个生活费工资直接就交给她，不行的，你要结婚之后再交给她，之前还是要晾一晾的，对吧？要对她好，但是不能完完全全的彻底的所有的东西都给她，你知道吧？这里然后再接一下这个日常任务，这是我好不容易得到一点点这个经验。然后我今天还问我妹子，我说，哎，当初我不是充值的时候还给你一部分钱吗？那些钱你理财现在有多少钱呀？她说她没有钱，当初可能也就给了10000把块钱吧，也不多。就是我当初一开始做斗罗充值，去年10月份、11月份、12月份，那时候我斗罗赚的钱，我是每笔拿20%给她，我忘记了。然后这是荒古神域打两次，对吧？这个每天只能打两次的，给你们看一下。这是啊，不是女人太多，女人太多是这里面这个红烟太多，瞎说女人太多。这已经出战完成了。然后对了，这个放置的这里也可以再激活解锁的放置，我看一下领取，哇塞，可以。然后这个奇遇等等，这里我们先把上面的女人撤一下，这个洛神替换一个谁，把这个替换了，好，32连月，哎，连月好像还可以，连月34，哦，可以了，现在就是34的这个区域枷锁，剩下的我看一下。啊，这个龙加上去就更厉害，这个30，哇，这个坤是5%的，这个呢，哇，这个也上去38%了。这里次数挑战次数已经没有了，日常任务直接抽奖。然后我想想，刚才元宝回收，这里为什么有红点？哦，不对，这零元回购有红点啊，把这个元宝领取一下，先领一会儿再领，每日小充啊，领取98、36块，第二天有一个东西可以领。清洁单10个，直接开了。这个一会儿再用。网源，随机属性单，伙伴。哎呀呀，哎呀，点错了。这里刚才那个零元啊，每日小充，对吧？每日小充，这里还有个东西可以领的，再领取一个这个天青春华吧，可以了。这个就没红点了。神秘商城，我再看一下，这里不刷新了吧？不刷新了。然后传世秘宝，这里领取一下。
哎，这里还要我做些这样的任务，哎，有点烦耶。先把这里的下面的这几个东西领取到，第三天领取这个陆小天的图鉴，别的充值福利我先把这里的领取了，每日签到第十天领取了，竞技商城直接扫荡吧。哎呀，竞技商城我还打不过昆塔大大呢，我这个战力还没有他高。御剑飞行这里是什么鬼？哦，空了不。完了，今天我忘记打空的 boss 了。最大快乐看我和装备和万斯是吧？帮派任务我先刷一下，然后现实好礼领取啊，30块钱领取，然后左边领取，这是极限七技能，领取这个夏日清凉的时装，天天返利领取豪华奖励，再领取，然后上面还可以再领取元龙灵珠自选箱，什么鬼？我翅膀，这里这个翅膀好像也不划算，我买一个就可以了。哎呀，空间不足，发这个邮件了。这个翅膀祝福卡，我稍微买点吧，这个一折看起来是蛮划算的，免费的领取一下。今天又不是这个冲榜，所以这个无所谓的，我们随便买买，这个不用强求。买多少个翅膀祝福卡？上面这个哦，下面这个是10个，所以它是15块钱。我把上面的买完就可以了，我就把上面买完就 OK 了。几点抽奖？我们8点活动结束之后就抽。战甲目标，这里直购礼包啊，领取一个这。然后翅膀目标，领取，这里还有个翅膀时机零星哦，今天可以到时机零星的话，我们试试时机零星会有奖励。我这里已经9阶了，那这个皮肤还是先给这个皮肤升一下吧，我想先把这个升完。金乌翼买，榜员还可以买哦，榜员可以买的话我一会儿看一下，不好意思刚才没有注意看。好，已经满阶了，这下面还有好多，这个霓裳凤羽呀，这还不够了啊，8级呀，不够，哎呀不行呀，不行，还得要再买点，我靠，这里左边有个金乌翼，哇，这花榜员的这个就直接就买了。好的，谢谢你的提醒，下面没有了。然后祝福这个买10个吧，10个就已经不少了。金乌翼这个很牛的，这个直接加本笔的，加180000，我这4个只花了600的榜员啊。然后这儿100个，我想想这个翅膀这个还是不要升了，我们还是把这里的先升一下，先升到10阶，对吧？150个，我擦，根本就不够哎！清接一下啊，其实也很快，其实我没有花多少钱啊，已经快了。来，再买一点点，这个东西是在哪儿？直购好礼，哎啊，这个是直购好礼，怎么还有直购好礼啊？哇，我烦了！精彩活动，哎，不是这个，哎，刚才那个是在哪儿？哎，等一下，现实哦，是在现实里面。来，再买10个。再买5个吧，啊，买一半差不多可以了。银票榜员，哎，给了一个新的坐骑，升级卡用了，好的，升级卡都用了。这里这个应该很垃圾，它是一个橙色的，我都不需要。这个可以洗练一下，洗练就加一点这个属性。哎，等一下，保存属性，它不能自动保存吗？啊，不能自动保存，那还是手动保存。先看这里战力加了，他都没有加这个战力，是因为他没有上阵，上阵的就只有前3个，我总共就只能上阵3个，以后还会有更厉害的，包括这个龙，他到时候都要退役，这些红色的最后可能都要退役，所以我们先不用着急。特殊进阶，哇，这里特殊进阶的话，来给这个妖姬进阶一下，直接进阶加55万战力，我好给力啊，舒服。500元帮我买那个翅膀不划算，那个翅膀真的不划算，昨天已经有50块钱能买过，不划算的，来直接翅膀进阶。我们一会儿可以再买一个啊，我告诉你，皮肤，等一下，翅膀先给它升一下吧，先升一下，没有关系啊，这个先升到10阶，那个升级卡我们一会儿把它拆了就行了。好，哇，烟火重眼，这是梦魇的眼，这个看起来很漂亮，但是不适合我这个盲僧，我感觉不适合。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这个形象是什么样的，抽奖，抽一下，500元宝的翅膀，我们一会儿算一下，哇，那么大。我擦，这个翅膀是不愧是时间翅膀，让我感到了一丝恐惧。豆沙饼，我看一下，哎呀，直接使用了吧。然后这个翅膀再来给这里升一下，把这些应该全都可以升到10阶了。你看这个升到9阶了，10阶 max， 再给这个升一下。哇塞，这个翅膀不会都升到10阶吧？那么爽，这个好看。好的，我觉得这个翅膀比那个50块钱买的那个要划算。肯定不是要好看，不是划算，因为这个10阶翅膀是买不到的，肯定是要更好看一些，毕竟它是10阶的，我大概是花了好几千才激活到这个10阶。然后下面的还有，哇，还有2个，还有一个这个五彩幻翼，这个翅膀还不够呀，还是不太够，可能还要稍微再买一点，但是问题也不大。哇，已经和昆塔大大差不多的这个战力了。然后下面还有吗？啊，没有了，就这2个翅膀。来，我们把这个卡用完，这里有几个卡我记得，对吧？
然后自选十个，一会儿就可以选了，等我抽完奖。下面找找呀，在这儿四阶直接使用两个，因为我阶数比他高，所以他当时没有能够跳出来。哇，还有八阶的直升啊，但是我一开始就是九阶，没办法，实在太强了。这里使用完之后直接拆成这个坐骑单，就有很多坐骑单可以使用了啊，这样的话就可以少买一点。泳池派对啊，再继续进阶十个，哇，这十个祝福卡还可能分解成祝福卡吗？很给力，哇，加那么多，加那么给力吗？啊，没有了，因为他一次用两百个的。啊，这是坐骑的哦，就是坐骑啊，我弄错了，坐骑是坐骑，我刚刚说的是这个伙伴经验，哇，升一级，我还以为这个是翅膀的，不好意思，是坐骑的，买翅膀就花了一千多，你算了，哎，算了，你就经常来看直播好吧。然后伙伴先给皮肤升啊，别客气。好，没有了，夏日，就我这个夏日也是不喜欢，那么喜欢露腿吗？这个腿露的都露到腰上去了，我的天，你不觉得露风吗？下体发凉有没有感觉？然后蹦迪九阶升到 max 了，然后还有吗？没有了，哇，这个法作也没有了。披风有皮肤吗？没有，可惜了。翅膀属性单，其实这个翅膀还能再稍微买一点点啊，这个翅膀不要买了，因为我明天后天再扫荡一下就 OK 了。花五百元包买这个翅膀，给大家看一下限时好礼领取，对吧？这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蝶舞话语，50块钱它能加多少的这个战力啊？我们使用一下，对吧？这个看起来不是很漂亮，身心加了40000，对吧？我这么和你说，为什么不要买？这个我今天再解释一遍，它50块钱给我40000多，我就算50000战力吧，我就算50000，相当于是50块钱50000，100块钱100000，对吧？相当于是10块钱10000，我现在的这个战力是7800万，如果我10块钱10000，那就乘以10，我应该是按照这样的比例，我应该是花了7万8000块钱，但是没有，我现在才花了30000多块钱，所以这个东西是不划算的，对吧？按这个比例来说，这个就是划算，所以这个只要激活一个就可以了，再买那就是冤大头啊！谁愿意当谁去当，反正我不愿意去当。然后这里小众好礼，等一下这个消耗的哦都可以领了，来领取。30的68的128的198的，然后获取大奖抽10次，再抽10次， OK。 哇，等一下，这里终极大奖，哇，这几个都可以领取了，哇，这些都可以领取，我之前都没有注意到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 OK 了，哇，又有新的了，哇，我之前应该早注意一下，他这个东西啊，之前好像都没有注意，这个可以领，我的错。然后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买？秒杀生成啊，这个就是秒杀生成，好的，我记住了。天神讯报在这里面，秒杀商城这里面的这些东西基本上不怎么好，千万不要买这个啊，我说的算，大家一定要听我的。然后限时好礼的话，我最后再确认一下，没有东西了，就只有几个翅膀。好，最后来直购好礼，来直购好礼，冲起来，6块钱走你，走，200的没有领，200的已经领完了，刚刚我先领了200，来30的冲了，68的走你，198的啊，怎么还有个68？哎，这个套路不应该是228或者什么吗？啊，怎么那么多？大哥你好坑啊，你好坑！来198再买，你看这样的话，差不多我4000块钱就花完了，对吧？两个198就加起来500多，600多块钱花完了。好，全部领取。OK， 全部买完。买的东西好像就差不多了。然后我们稍微做点别的，对吧？一边提升，一边打着这个副本，然后一边去把东西开一下。哇，空间又不够了。今天我想想啊，今天我们整理一下可以用的东西吧，我们把装备全都丢进去，然后把剩下的其他东西拿出来用一用。 SVIP 咋来的？ SVIP 是第八天这个游戏突然出现的，我们今天就把背包里的东西好好清理一下。哇，这边还是不够了，我想想啊，这里要不要花点钱开一下，2万块钱开13个，背包这个格子还是太贵太贵了，先领取。这里战力不够了，帮派宴会，哎，怎么开帮派宴会了呀？我的天！来，我们把游戏，不好意思，我们把游戏关一下，点一下整理就行。整理不是整理，它不是有重叠的，别开不合算。主要是东西太多了，我没有说不整理。我昨天下播之后，我还是做了一些这个整理的。今天9点有一个这个神王争夺，神王争夺简单介绍一下，这个神界我们重新分配了一下，但是没什么人，比上次来说人少了很多，只有5个、6个、7个、8个、9个、10个，就10个工会，基本上没什么看点了。因为这个本来是讲着跨服的，你看6022和6021，对吧？他们是在这个虎啸神界，我们是龙吟，对吧？我们是龙，龙的传人就要去龙那里面，这里面他们这个战役也是差了一位数，没得打，基本上只能等之后合服了。7阶8阶拿去锻造一下，等等，我们先把这个帮派先进入帮派宴会啊，然后准备把东西开一下，守卫礼包，然后榜员，
把这些东西全都开一下。刚重新进一下游戏就是为了能够把没有开的全都提示我开一下，对吧？这样子好，把这几个红点消一下，东西能用则用。然后坐骑呀，都是一些小东西，装备这里分解一下，随便强化一下咯。然后法座我看一下啊，刚好可以升级。披风的话留着，其实两个也不占的地方。红烟哇，18个，哇，18个才能激活3下，加2400，这也太少了吧！我的天，太少太少了。基础哇，这好多东西，加78000，舒服。谢谢小猪送的鲜花，谢谢。然后星星，我看一下，再修炼一下，我还失败了，饰品全部分解，双倍经验勾选，然后把紫色以下的全部分了，然后我们去强化一下，哎，去给这位这个洛神大姐姐强化一下这个饰品，直接拉满就可以了，直接破亿了吗？怎么可能？明天吗？有人说把七阶的给帮会里的兄弟们，七阶我很少打的，七阶 boss 我基本上都让了，因为如果现在能打七阶的这个 boss 啊，我基本上都让了，我基本上打的是9到11阶，七阶装备我就4-5件，一天可能就只有4-5件，知道吧？好，这个东西不足了，精通，哇，直接精通一下，啊，精二，这应该我看一下，强化过的食品分解时无损返还强化经验 ，OK， 可以的，那还行，那这样还行啊，他这为什么还有个红点？啊，再强化一下，好，现在没有了，整点 boss 取下，这里红装选一下，全都选一个的话，哦，它也叠不起来，全都选一个它也是占4个格子，我还说全都选一个它可以只占1个格子，我想多了，我在想屁吃呢，护送奖励，现在已经完成护送了，仓库7、8阶的一大堆，那个7、8阶的其实我现在7阶没有用，8阶有可能还有用的，这里是2个蛇女复活石，对吧？这个无所谓的。神殿的这个箱子不让开了啊，只让开3个。图鉴开一下，哎，抽奖，哎，9点，我去，凤落星云啊，要4个才能激活，我的天哪，这个又有2个合金库轮，要4个，我的天哪，是4个石头。银票开一下，仙丹法座啊，传一下功啊，那么多人找我传功，我的天哪，还不是因为我勤奋、勤劳、勇敢的老王图日以继夜的打 boss， 所以大家都来找我传功，没有办法，这里又加了3万啊，这个加的好少啊，2本书加多少？加哇，加6万，这个还可以啊。好，这个是加2万，这个呢，这个红色的加多少？加2万7，差不多了。啊，又来，坐骑看一下，是吧？伙伴，啊，这个03的东西实在是太烦了。银票，哎，这里又是这个东西，它不占我格子，还可以，我好多仙丹、梨花针。好，大家先等一下，我擦下鼻子，鼻子好痒。今晚要8000万，8000万肯定很轻松的，8000-3400吧，应该是。哇，因为有时候打一些这个粉底，然后就把这个毛孔堵塞了，它没有呼吸，它就特别的痒。哇，我刚一直在挠，再传一下功，银票、腰间挂饰，搞一下，红色属性丹。哦，这个东西很爽的，要是给个鸡腿就好了，这个加4万，这个加5万啊，鸡腿是可以加将近6万了。现在红颜9个还不能激活，哎，不对，这是1个，看错了。梅花针，哎呀，我们就慢慢开吧，这里一直开的话能开出很多。哇，你看开了那么多东西，爽。这个直接丢了吧，这个能直接扔吗？ 不行呀，这个只能拆，好烦人啊。这个神殿宝箱我每天都有，它就多了，有一天我忘记开了，然后第二天它就告诉我每天只能开3个，第二天我有6个，我就只能开3个，所以这个就很麻瓜，我气死了。然后这里我们把2个仙药水和1.5仙药水全都吃了，整理一下，现在应该有很多格子。哦，这个感谢信，来我们使用一下感谢信，来使用一下，开一下帮派红包，有限的话最后再领，不着急。我再看一下背包里应该有一堆可以用的东西，我接单。哇哇，天书灵丹这个超级给力的，能加50万吧，加了49万，哎，果然这个真阳灵丹才使用过一个，这个加8万也还可以啊。星神加2万，这个加好少，这个上限在这儿，反正经验丹好。然后再看一下背包有什么好多的东西啊，门票使用的呀，自选留着，伙伴经验丹1个，这几个呢集资兑换，对吧？看一下这里可以兑换，每周兑换3个。哎，帮派互换，我是需要这个周，这个无所谓，我不兑换了，我直接把下面都兑完就 OK 了，这样的话它就不占我这个格子。这里这个令牌是不是可以合成了？储存令
好像我现在需要的就是储存力，我看一下先接，哎，就是需要储存力，我需要八个，好烦。珠子用了，珠子都用完了，不好意思啊，这里这个珠子可以用吗？顶绝神魂啊，这两个无所谓的。好。